说下毒手，那请问前四任哪一个下毒手下最重？可以回答。前四任哪个下毒手下最重？我就讲毛线啦，啊你恁要播？我感觉是柯文哲。安怎讲？我嘛不知道要去讲，讲了以后，心头就酸啊，心头就酸啊。他讲啥？他讲这对谁？因为做市长本来是父母官嘛，父母官我认真做的心嘛，对不？你今仔袂使讲一节严苛的法令哦，都安尼，是用对人民，那法是嘛是人做法啦。对，是人修的嘛，法嘛是人改的啊，你嘛会使改的啊，对不？如果你看树林八道，你也看嘛，有处法偌济，你看会伤心嘛，袂伤心啦。阿忠绝对不会人前握握手，背后下毒手，绝对不会。原来我第一次就有好感嘛。一为生，二为手，三为手牵手，四为口对口，五为口对口。你能口对口？你能口对口？现在疫情不可以。你得在口对口啊，对不？哎，对，我要讲的是一为生嘛，二为手嘛，三为手牵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。四为口对口。四为口对口是讲你公开干，开干公益干。啊，五为各个判定。对不？我各个判定。所以讲，咱即摆咱就大家莫讲安尼哦，想讲第一摆就要咱两个结合，哦，